这个就是大家伙儿吃松塔的那个松树，它现在长得还比较小，等我退休了的时候，然后你们就能吃到这棵树上的松塔了。南方有姑娘人家放女儿红，咱北方有姑娘应该种棵红松树。你看这个松树挺不错的，长得我出生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种棵红松树？我种个红松树有啥用啊？你种红松树，等我出嫁那天，你陪嫁有一棵树，然后你种树可以，嗯，种了长起来就不属于你了啊，那就是国家的啊。这个松树的话，要么大家平时在说，哎呀，怎么松树就是松子比别的干果都那么贵？因为它生长的年数长，年限长，它生长的特别慢，它不像榛子，榛子的话你栽上三年，嗯，就结果了哈。对。这个的话你要是想吃的话就得等二十来年以后，这个一年长不了多一点儿，那一咋高多多了。这跟前没少种松树呢，你看这边都是松树，那块只要是你们看小黑地下有小黑印的，那都是种的松树。等下一辈人吧，这辈人种上下一辈人吃啊。对呀、啊，之前给大家看那个小松树，二十年之后才能接近它。看这之前，这小刀还跑人家那超市里买的松子啊，为了对比一下嘛。还买松子？这是油炸的，我买的是，然后咱家是笨炒的，我为了比较一下。对，有的朋友他在外面买，一般都是买这种油炸的，油炸的他看着好看，你看就比笨炒的好看。确实好。咱这个是属于最原生态的，跟这个不一样。他可能觉得，哎妈，你这松子怎么黢黑？人那松子焦黄，属于他炒的时候就像那瓜子皮似的，他把那个顶上皮炒的太干了。把皮儿炒掉了，嗯，炒的干它才香呢。之前小刀还上火，我不是上火，我是压力大。那时候压力大的不是上火吗？对，一样。一开始我说松子五千斤够，然后呢，他们非告我说一万斤一万斤，这家伙一万斤给我整回来呀。不是一开始吧，第二天舌头就上火了，满嘴起泡。现在都挺不到过年，带着这松子全涨价了。你说涨价了，压力吗？没了。你有眼光。他说我呢，妈，本应我做了一次决定定五千斤挺开心的，结果你这一多这一嘴，我又多五千斤，这家给孩子整的，妈你不应该参与。不是，这本来卖咱家就我一个人卖，然后呢，我肯定有压力呀、啊。是，卖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。爸，那我也喜欢，就是说啥玩意儿，我宁愿当你不够卖，我也不压货。是，我一压货太那个啥了。你赌这一把赌对了。你我可以后可不赌了，不听你。这玩意儿跟赌博有没啥区别？我不听你们的了，都比较喜欢小打小闹的，我不喜欢有压力。就是你让我跟你上山哈，我累一点儿，都行。压力不一样。那是脑力压的。这个、只不过就是本田太大。就是本对呀、啊，你这是没经手，你这一经手你就知道了。我可不大干，我就这样，我不是干大事的人。我们家属于那种比较佛系的心态，差不多就行。对，就是有点就知足。一步一个脚印儿。嗯，我刚毕业的时候，我都寻思找个合适的对象结婚呢，但没找着。然后就是属于现实生活。一步一步，然后让我们家走到现在，按照目前这个规模整就可以了。对，俩干着，一会儿吃饭了啊。嗯。今天我让大家伙看看我们东北黑土地，肥的流油。哎妈，肥的流油啊！这小刀。就这土，种啥不长人民币？来，嗯、妈，你过来，你瞅瞅。栽点花，买点土。你就瞅瞅。数个一个。我和我老爹划了这点土，怎么样？嗯。哎呀，这黑土真的，这土种花好吧？嗯，这就是栽花土，是不是、啊嗯？我在山上我就寻思、嗯，我说我这两个小肉肉，这土都当当硬了呀。当初花10块钱买的，你看看现在多少了？嗯，上两天冻死了一些啊。这个好看，我喜欢这个，嗯、这几个哈、嗯，这个你看形儿长得多漂亮呀。对，这个好看哈、嗯。还有这个长得也好，嗯、哎呀，这也挺好看的哈。嗯。这都给换换土，赶着今天比较好嘛、嗯嗯，然后赶快把这个土换一换，
今年冬天就不倒腾它了哈。嗯。我妈的那些花都拿楼上了，我这些肉肉就放阳台这块得了。嗯。还暖和，它也不占地儿。不占地儿拿楼上吧。不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滚滚滚滚滚！你俩一天天撒开就干仗。扯上。你说抢啥呀你俩，那一开始是大毛子的，让那小旺抢走了。毛毛啊，你那个姐姐好像现在又有点缺心眼，拿个雕个棍子以为是骨头，你看看她，她是不是以为那是骨头？嗯。傻狗。旺旺好事吗？哎，你是不是有点傻，那是个。哎呀，就让人抢走了。瞅着又让人抢走了。我们家这块的土，你看这都不用上飞，又松又软的，这土可好了，随随便便在山上整点花土哈，回来栽花就特别棒。对我的花温柔点啊。嗯、我够温柔的呢。嗯。在这里呗。对啊。这土都是山上的树叶子一点一点腐烂、嗯、对沤出来的土。嗯，要么说咱这个黑土地种啥都好吃，老喧乎了。但是不能整太满，你知道为啥吗？嗯，整太满吧，它浇水，嗯，就该那啥了，往出跑。嗯，来大毛，我给你称称你多少斤？多少？毛子二十斤。二十斤。嗯，二十斤。小旺啊，九斤。你别把你花都蹦跑了。敌不动我不动啊。留开村宰吧。嗯，好。土倒是有，这个放好不放好？摘点葱，冬天吃点葱叶。哎，我记得小时候啊，过年，好像那都是大葱哈。完了这个贴两张红纸，那意义是啥意思？我也不太懂。是聪明是啥意思？那我老当初肯定没提。嗯，你才知道，要你妈这么笨，才知道。他摘了两颗山芋头。